教谢巫师，功夫出身欧阳靖华，徒手捉来20斤上古长脚蟹，剪工犀利，割出蟹腿，揭开蟹盖，挖出黄金蟹黄，瞬间分蟹 N 段，开始一蟹 N 吃，先打几个土鸡蛋。最后来到蟹仙蓟猴王，五彩合体，美好山河尽收眼底，乃蟹王大路途。